直接四颗球，这个球还是太高了，保送了张世仁。那这个时候投手教练立刻喊暂停了。现在是一出局一二六人，下一棒要是没更换的话，就是黄君伶要上来打击。没有引诱到，保送，真的变成满垒了哈。看看教练团是不是要做更换了。信他打的是追击哦。哎呦，结果这一下要回来了，爆头出现了。哦，结果超前分还是这个时候攻下来哈，这还是控球，因为他都必须要吃他的变化球。嗯。爆头出现。那现在注意就是说，已经掉了一分，你不能掉的分数掉了太多，掉太多的话，等于说。吴俊伟来争取这个卷王，他等一下的本钱就会比较多一点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丹飞。中信布拉达斯公式 YouTube 채널구독해주시고 Podcast 兄弟你来说都함께구독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谢谢。